众生与我皆为冤家。楞严经云，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干，恶业俱生，求未来软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，以是因缘，经千百劫，常在生死。又云，杀彼身命，或食其肉，今微尘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轮转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一切众生与我，无始劫以来，辗转相杀，彼故因恶业力，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受我杀戮，我亦因恶业力，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受被杀戮，彼此冤冤相报，了无止时。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今生因缘际会，了之既造杀业必遭杀报，因果报应如影随形，丝毫不爽之真理，故当尽力解冤释结，戒杀放生，树几乎所有怨业消灭，且希盼所有冤亲与我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免受六道轮回之苦。南无阿弥陀佛。